我是这一期 TVBS 周刊的封面人物。嗨，怡蓉，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怎么样让女生永远都维持到最美的状态？我觉得要永远维持到最美的状态有两点，第一点就是要快乐，因为快乐你就会时常微笑，眼睛带着笑，心情很开心，那大家看到你都开心的话，就是漂亮的。第二点就是最重要的，要天天量体重，因为会有天天量体重的习惯，然后天天量体重才会知道说自己有没有变形。那如果说稍微有点变形，一两公斤的话，要迅速减肥，然后可以让自己永远维持苗条。TVBS 周刊，我的时尚生活周刊。